嘞。我那个我拍录像，我把海盗船那个送车这个录像拍下来。嗯，最起码给人家看看，哎，我这个到时候做过四十，做过这个满载实验了。那应该怎么说呢？到时候实在不行就上人呗。咱还搬那些沙袋也不方便。不忙呢，我拍录像了，忙什么的。怎么的？有什么不正常的？还下雨了。好。明天打个电话，明天回家，明天12点，明天2点钟回家，2点7点呗。5个小时。